生日快乐，孙阿姨！太幸福了！哎，大人们的礼物我就不拆了啊，只拆孩子们的。阿姨，这是我送您的礼物。来，阿姨看看。哇，你这是哪里买到的？这个是为了老大劲买的吗？你太贴心了，谢谢。阿姨喜欢就好。 阿姨，这是我的。什么呀？好腿券。张琪，你也太敷衍了吧！我这可是一片真心啊。嗯，那我可不客气啊。随叫随到。好嘞。金阿姨，这是我送给您的。啊，好漂亮，好精致的发饰啊！试衣可真是心灵手巧。 这是我用我妈的吊坠偷偷改的，啊，你们保密啊！谢谢，静雅阿姨，这个是我自己折的，来，阿姨看看。哎呦，吴欢的这个礼物啊，阿姨最喜欢了。 我要把它挂在床头，天天看着它。谢谢吴欢。苏念哥，你的生日礼物呢？嗯，保密。小气。<笑>孩子们，吹蜡烛吃蛋糕了啊！来来来，快快！我们去吃好吃的。点的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！ 静宁阿姨生日快乐，永远18岁。这是谁啊？啊，生日快乐！这个礼物也太惊喜了，他是谁呀？ 他真不是你女朋友，这是我学姐请来帮忙而已。